初去做相机的时候，我都是在旁边洗菜切菜这方面的工作。我们的社区需要一个相机方面的工人干事。那刚受证的时候，我们的父爱跟协力组长就说，哎呀，咱这个区块找无人的，要安怎安尼啊？哎，个邀约我，哎，明辉，你来承担相机工人干事。我也没有第二句话，说好啊，就这样就投入了进来了。上人哈，讲过一句诶，咱哈那边画这个灶，这个相机啊，上重要个，安食好饱，食好有营养，这上重要。咱要负责这个相机的工作，咱爱惜哈，就是要如何的。的那个节俭，哎，用的物件，咱一定爱老客来用，爱喝爱用，啊，就是从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到有笑容跟人家互动。以前比较没有笑容，因为工作忙碌嘛，可以说是精神上比较紧绷。到了慈济之后，就觉得说啊，人人好啦，看到人个笑，看到人个微微啊笑，啊，个讲问好。啊，有时候甚至我跟你不熟，我也会主动的，哎，师姐你好哦。进来慈济是真的一个很大的学习的环境，朋友之间的互动，或亲人的互动，就像早期我对我的父亲就是有一种敬爱是敬爱，但是有一个距离，不敢对他说什么。但是进来慈济之后就知道，小人公爱孝顺，爱孝顺，啊，要安怎好，安怎顺，就是要。时常陪伴他，关怀他，就这样的过程，我也学习到很多。